咱们不过略撒些饵料，他就轻易上钩去铸币了。听我说，宝子们，快跟我一起看《星汉灿烂下部月升沧海》吧。这部古偶剧真的很不错，剧情实在是太精彩了，虐点、爽点、笑点、泪点全都有，真的是太满足了。小编光是看着一商夫妇撒狗粮就已经吃饱了，他俩太甜了，女主程少商真的太可爱了，没有人能拒绝这样反差感满满的女主。而男主林不易又很高冷帅气，对自己喜欢的人又很贴心细心，谁能不爱这样男友力爆棚的林不易呢？林不易实在是太痴情又浪漫了，小编都快爱上他了，小编真不知道是该羡慕少商还是羡慕不易了。然而他俩都这么甜蜜了，居然还有人看不顺眼想阻碍他们。三公主因为看到林不易太帅了，所以就爱上了，但没想到林不易喜欢的是程少商，于是心生嫉妒。三公主凭借自己的身份地位诬害他，并要掌嘴少商，关键时刻林不易赶到，没想到子胜直接请来文帝帮忙，文帝直接怒斥三公主，场面太解气。你也跟小编一样讨厌三公主吗？